cherry 有 cherish 珍惜的意思。我会好好珍惜这个礼物，因为是你送我的。爱我的人跟我爱的人不是同一个人的时候，我该怎么选择？三立特惠台三十频道，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，爱上巧克力 ，Ti Amo Chocolate。